你乌头要创啊？要来进红地豆啊。红地豆，嗯，啊、红地豆伫底？遐。哦，遮。诶，这遐无共进诶。系啊，这我会记，毋是拢青吗？啊，这看。很普通是，一般人咧卖青甲侪红，讲这红个较好食。好。这叫灰豆，啊，卖是种红，算讲红红诶啊，小小块红红红灰灰啊。啊，迄落咧，这毋是讲会酸？我酸饼啊，倒啊。哦，这就是要酸的饼啊。嗯。啊，好啊嘛，要种啊嘛。即马先甲头骨啊松，搁来用这鸡屎落，甲悄悄的，用一挂。咱来有养分啊，要甲头做伙甲悄悄的。来混合嘛，不会，你用鸡屎伊会伤咸，咸死啊！那个太营养会死掉，所以小可较稀释一下。好，啊，个只用啊摕来无了做只种诶。好。啊，先甲水压过。先甲土压个淡。而且等下种落，即马先土用好淡，啊种落过来就唔免甲压水，啊等伊发芽才压就好啊。啊，几工会发芽？唔知吧，可能一礼拜，可能发芽。这个，应该。啊，唔免种个开啊？开啊。唔免分足种个啊？唔免啊。伊就做个双起呀。哦。伊变一个安尼缠上去啊。嗯，再加点水。那种落啊，啊，得等伊发芽再来浇水就好了。好，现在会烂去啊。好，安尼差不多一礼拜啊，他过来看嘛，刚发芽，大家来记录伊成长过程。听讲红地豆发芽大长个款，来看卖，伫底。遐错个，我也袂记种一堆啊，一丛啊，这几来丛个啦，这一丛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这个可能无啥起来，所以先讲烂去，应该先讲个算两丛吧，啊，这丛再起来。那丛你该甲处理一下啊，无得处理啊，伊得打起啊，伊得着心着烂去啊，要怎处理？无生锈啊，你应该是无起来啊，好。那算先讲两个啦。看一大无啊！啊，这是啥物啊？红地豆啊！哦，迄是咱拄仔野落的豆啊。系啊，都红地豆种落啊。哦。这个算四个啦，这一个，啊，这个一个啦，安尼三丛啊。一、哦、二三。啊，你啊，猛讲会大。无差啦。安尼三丛啊。这丛可能无啥营养，无啥搞，唔在遐。这丛可能袂起来，四丛。你讲对，这丛啊。系啊。种了伤吧。啊其他嘞？会生一丛就会生啊啦。这嘞？你知影黑白生？咱以前是干那样，只你唔是分开吗？系啊，就安尼啊。我记你咪点足侪粒吗？啊，落不起来啊。是哦，啊，你集中你唔免甲搬开哦。伊会残骨，所以无差。哦，好啦好啦，无我较晚看卖啊，再过来，甲伊追踪观察。会生一丛就会生啊。